开启。哎呀，然后宝宝都叫上了，就来一个那个，你来吧，吧子牙先来吧。你下手轻点。对，我先来哈，我先来，然后你再来。我来吧。好，你看着。高音队伍加油了啊！加油了！不用放球，直接来定了。我的天！来吧！哎，你把这边别飞了，留着。你把这球，你别飞了。哎，那个你来放球，子牙来放球，来子牙来放球，小西来模仿，子牙放球，就你一个小虫子到再放来。行，那我放球啊。抓紧时间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抓紧时间。哎。懵了，这两个胳膊不协调啊，这跳舞的不应该很协调吗？我的天，完了，来，那这么地吧，换我们的小西了，小西你来表演动作，我们的姐来模仿。哎，好，我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，让你看能不能啊，就是用这只手绕过来。然后扣到这边的耳朵眼儿，扣到耳朵眼儿。咱们兄弟们都试一试，看谁能扣到。扣耳朵眼儿，你看，你根本就不扣到，好吧？这根本就扣不到。好了，投票已经结束了，我的天，使劲儿，再往后面勒勒，你扣到了，我的天呀！没有猜，碰到了耳垂，还差一点点。我怎么扣不到呢？对，扣进耳朵里。半天都能扣不到，我的天哪！恭喜我们的高音之队伍获胜啊！现在比分是2-2。下面的两组选手，你不要加油了，知道吧？输赢就在你们了，千万别打到平手上，好吧？别打到平手什么的。下面的选手，哎，给主播们点个直播时通的扣啊，给主播们点个直播时通的扣。下面是饺子 PK 莫小婉，不是莫小月。